明天出发。现在今天早上正在进行的是国小六年级组1600公尺大队接力部第一组，啊，这个、总共有五组。好、啊，这个是采取男女混合竞赛的方式。好，现在进入到第四棒，目前暂时取得领先的是壮维国小，占据第二的是学进，第三东正。好，现在已经可以抢跑道了，所有选手请你注意一下，尽量跑到内道，把争取最有利的位置。已经跑完的选手，好，请你离开内圈，好，退到外圈的场地。还有在终点附近的小朋友，请你离开。终点附近的小朋友，请你离开，退到管制区外面。终点附近的小朋友，请你离开管制区，退到那个管制区外面。好，感谢你的配合。好，目前暂时取得领先的还是壮维。占据第二公正。第三三星。好，目前暂时取得领先的是壮维、公正、三星、梯贤。好，现在进入到第八棒，目前暂时取得领先的还是壮维，占据第二的公正，第三三星。好，三星。好，目前公正已经取得了领先，占据第二的是壮维。好，进入到最后三棒，现在是第。大会成绩报告同时颁奖，国中九年级2000公尺接力决赛优胜队伍第一名罗东国中，成绩4分38秒5；第二名东二，第三名国华国中，成绩4分45秒7；第四名头城国中，第五名南澳国中，第六名苏澳国中。